今天是7月6号，体坛观测站为大家持续带来新气象的播报方式。当然，我常富宁还是不变的那个主播。那么，首先要来关心的是美国职棒大联盟今天教士跟天使的战况如何，请听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说给您听。此外呢，在今天星期四是水当当的维尔主播要来主持高谈一课的时候了。今天维尔主播为我们带来精彩内容，包括了 LIV 刚刚结束了在西班牙安达鲁西亚站的比赛，我们来看看到底冠军是谁拿走了。而至于第78届的美国女子高尔夫公开赛即将在 Pebble Beach 这个可以说是高尔夫的圣殿举行，今天维尔主播也会为我们带来相关的报道。最后当然还要一起来关心的就是温网的比赛过程，今天乔帅还有球后都出赛了，到底比赛的战况怎么样，在今天的体坛观测站我们一起说给您听。千万不要忘记全球精彩的体坛赛事都在每天晚上9点的体坛观测站 See the difference。